Welcome to Valerie Toys. Hello, 我哋今日玩依两副迪士尼嘅公主贴纸。每张有三个公主，绿色呢张有 Belle、Jasmine 同埋 Ariel。场景簿好靓噶，呢张系一个大花园。到紫色呢张啦，呢张有 Cinderella、Snow White 同埋 Rapunzel。呢张是城堡场景。好啦，开始玩。首先我会贴全部公主先。Belle。Jasmine。Ariel，跟住就到 Cinderella， 了 Snow White， 我喷手。首先我贴了它原先穿的那条裙先，都是这条黄色啦。Jasmine 就是这条绿色的。都是绿色的。然后会帮他们换新衫。给我解一条粉红色裙给他。Jasmine 试下这条紫色裙先。Ariel 会到最后一条蓝色裙啦。第一次见佢着其他裙咋，好靓啊！到第二张啦，我依然都系贴佢哋原先嘅裙 ，Cinderella 就系呢条蓝色噶啦。Snow White 系黄色嘅呢条。我喷晒系紫色嘅裙，贴好啦。我而家落帮佢换衫，俾条浅绿色嘅裙俾新嘅 Valerie 着。Snow White 着呢个橙黄色嘅裙。我喷晒我拣呢条黄色粉红色嘅裙。仲有剩低好多贴纸，全部都是配件嚟嘅。今次我就玩贴纸簿，我平时玩完贴纸我都会贴落贴纸簿度噶。坐翻佢哋，我分类噶，裙我放呢边，里面我放好细粒好细粒嘅配件。
thank you for watching. Bye bye. 最后我的电影我啊，拜拜。